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朱曼珠，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访谈。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他们想买楼，但是有时种种的原因就觉得借这个 mortgage 很难的。你一定要留意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我们今天请到了 Resco 在这个投资公司的老板，就是 Chris 上来接受我们访问的。 Chris 你好。是，你好你好你好，多谢你。我知道 Chris 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朋友，如果你拿不到 mortgage 可能就要找 Chris 可以帮到你了。首先跟你讲一下你间公司叫做 Resco。 其实这个公司是做什么东西的呢？Resco 首先来讲就是2013年成立的，我们是一个房贷投资基金，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基金的形式，意思就是说投资者投资了我们那间公司里面，我们就轉做一個銀行的角色，就是借錢給那些人去銀行拿不到 mortgage 的人，無論是第一案也好第二案也好，有些在銀行拿不到的時候就來我們公司借，我們借了錢出去之後呢，就會跟那些借錢人收利息啦，收利息之後呢扣除了這個管理費之後呢，就將盈餘呢就派給剛才講的投資者，有個回報給他們，這樣是一個很簡單的投資項目來的。其實是其實即是兩類人都可以受益，一個就是借錢的人，即是銀行很難借，同你可以借到，另外一類就是，我有些多餘的錢出來我想投資，即是不想擺那麼低息，不如就選擇你這種另類的投資，就投資在這些叫 mortgage 的一個基金。沒錯，是的，沒錯。其實你覺得這個投資這個 mortgage 的基金是有什麼好處呢？首先來說這類的另類投資在加拿大已經很多年了，應該從1970幾年開始已經有，不過在這幾年就零舍就是那個需求越來越大，就其中有幾個好處，其中主要的好處就是我們投資在 mortgage 裡面，意思就是說是有抵押的，你就明白了，是不是拿房屋來抵押，雖然地產都有風險，但起碼有些是有做抵押，有些人投資在股票上面，譬如投資了在一些資源股啊、醫療股啊，或者那些其他的那些科技股各方面來講，可能你一輸錢的話就什麼都沒有了，因為沒有東西做抵押，始終來講我們有屋做抵押就穩陣很多。第二來講就是我們是每個月派息的這種投資項目，很多人都很喜歡，有些人退休的話存一筆錢進來，個月收下息就挺開心，是不是？還有就是這個投資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什麼呢？出面很多投資項目就很複雜的，好像說那些比特幣，其實說真的我看了那麼多東西我都不太明白個比特幣是怎樣運作的，為什麼會升為什麼會跌，但 mortgage 來說我相信很多觀眾現在可能有個 mortgage 或者曾幾何時有個 mortgage， 大家都明白那個 mortgage 的運作是這麼簡單，所以這幾樣東西來說呢都是你投資在這個 mortgage investment 呢這種基金裡面呢是個好處來的。是，有時有些人呢就會提到一些叫做 syndicated mortgage，現在你講到這個 mortgage 的基金跟我們平時聽到一些 syndicated mortgage 其實有什麼不同？哇，你問得非常之好，這個真的因為個分別真的很大，但你看起來就好像很相似，因為回報率也很相似，又是做借貸啦，咁樣咁幾方面咧，我覺得咧，我哋風險係低好多。點解咧 ？Syndicated mortgage 好多時咧，佢哋係集資去投資喺一個發展項目裏邊。第一，佢投資喺一個項目裏邊。如果個項目係有啲咩事情發生啊，起唔成啊，爛尾啊，咁你成筆錢就冇曬，係咪？第二，因為係發展項目。發展項目裏面有一個風險，就是個發展風險，就是話頭先我講嗰啲咧，間屋起唔成啦，咁起咗半咁點算咧？但我哋嘅借貸比較簡單，我哋借 mortgage 出去，我哋唔係借一個，我哋借幾百個、一千個，咁啊分散，同埋我哋係分散喺唔同嘅省份去借，咁所以咧有啲人都有遲交嘅嚇，或者可能都會有壞帳，但係咧就第一咧個比率好細。係咪？咁二來就算有一單兩單壞帳，你有成一千個 mortgage 嘅話，咁都係一小部分，即係分散嚟。分散嚟啦。咁同埋咧，我哋咧就唔借俾嗰啲發展項目嘅，咁所以咧就冇咗呢個發展風險喺度。多數係借俾啲咩啊？好多時都係有啲人譬如自雇人啊，要買屋啊嚇，咁佢哋譬如話，其實佢可能收入好好嘅，咁但係咧佢報税嗰時咧又冇報咁多啦，係咪？有啲人咧係收現金嘅咁樣，係咪？咁我哋係問我哋借，咁有啲係嗰啲外國投資者啦。譬如有些學生啊嚟到想買屋啊，佢又冇收入，但佢可以等到三成半首期，係咪？咁其實我哋風險好低。咁以前咧銀行都有借呢啲嘅，咁但係而家咧又冇啦。咁所以咧有啲咁嘅嚟借。咁亦都有啲人咧係有間屋喺度咧，咁佢譬如話，我想裝修，咁最近都收到好多呢啲嘅。佢諗住咧春季嚟，出年春季嚟嗰時咧就攞間屋出去賣。咁啊，希望買得好價啲。咁而家咧借5萬、10萬、15萬，咁啊借3個月、6個月，
咁啊屋企大裝修啦，裝修完之後咧就出年四月嗰時咧就攞翻去出去市場賣咧賣好價啲，咁所以好多唔同情況的人咧都會同我哋借錢。嚇，咁你覺得其實呢一個市場而家即係呢個需求係咪好大咧？係啊，其實需求好大，咁其實咧就少少要多謝政府啦。點解咧？因為政府咧就喺呢幾年嚟咧就不斷咧將呢個銀行嗰個貸款咧嗰個例咧就越收越緊。咁尤其是大家最即係都好清楚咧，就即係2018年嗰陣時咧就呢個壓力測試啦，係咪？咁壓力測試你去銀行裏面咧攞個 mortgage 咧真係唔係咁簡單。咁頭先我講幾個情況裏邊咧，同埋有時咧嗰啲借金額太細啦，或者借個金額係好短期啦，銀行都唔係好中意借。我以前都喺銀行做咗20年，我都明白嘅，因為點解有時你借得個5萬蚊，借多3個月，佢利息咁低，銀行即係賺錢賺得好少，係咪？咁所以變咗咧，就好多情況底下咧，好多人咧去銀行裏邊借唔到咧，就嚟我哋借。咁所以而家需求嚟講好好大。咁同埋有啲情況就頭先冇講到，就係樓花都係，有啲人2017年買咗樓花啦，好開心啦，咁銀行裏邊話借俾佢啦，咁而家咧就終於咧係 final closing 啦，咁可以收樓啦。咁但係收樓嗰時翻翻銀行嗰時候話：，唔好意思啊，而家唔借得俾你，因為有壓力測試咧，你唔再 qualify 咁樣。policy 改咗。改咗啦，係啊。咁但係嗰啲人已經等咗成15% 即係 deposit 啦，20% deposit。咁可能等咗10萬、20萬，咁冇理由你忽然間話唔買啊，係咪先？咁發展商又多謝你，你唔買嘅話係咪先？但係問題在於好多人都想買，咁點咧？咁唯有咧就問我哋借。咁所以咧，而家需求量係好多，因為咧即係樓花好幾年前都好多人買咗好多樓花咧，而家都可能咧就收樓嗰陣時咧就借唔到錢。即係而家係收樓嘅時間。係啊，係啊，係啦。咁啊，仲有咧 ，Chris 就係即係逢係投資咧，咁大家都要諗下呢一個風險咁高㗎。咁如果係投資呢一個 mortgage 嘅基金，其實個風險如何咧？都有嘅。咁我都好老實講，又唔可以話完全冇風險，有8% 嘅回報。咁啊，梗係冇咁著數嘅嘢啦，係咪先？咁啊，但係風險裏邊大家有留意就啦，好多種唔同嘅風險。咁但係地產嘅風險咧，唔係最大嘅風險，唔一定係。好多人話：哇，你做mortgage 喎，借貸喎，咁地產好似呢2年地產比較係屋價跌咗，咁會唔會係風險咧？都係其中嘅風險，但未必係最大風險。點解咧？譬如話。你間屋係值100萬嘅，咁6個月之後係值90萬嘅，咁你唔會話喂，咁跌咗價我唔還啊咁樣樣，你一日有供翻，你都會還，因為你都要住，係咪？所以樓價跌咗都唔係一定有一個風險，反而咧係個經濟唔好咧係最大風險。我哋係睇到幾年前咧喺呢個 Alberta 啦，因為呢個油價關係啦，係咪？咁令到咧就好多人冇咗份工啦，係咪先？咁你見到佢個市場個風險好大啦，點解咧？又冇供翻，冇供翻嘅話。你間屋唔跌價都好，你都供唔起，係咪？咁所以呢個咧就好留意。咁但係好在而家咧，就加拿大嗰個經濟都算幾好。你話失業率係40年裏邊最低㗎啦，5.幾厘，係咪？咁再加上咧就前2年有即安省有呢個最低嗰個工資啦，係咪？咁所以人個工又多咗，收入又多咗，咁所以風險相對嚟講咧係低咗。係啦，咁如果大家要投資嘅時候，即譬如屋企入邊都會有一啲 RSP 啊，或者係一啲免税嘅 account 啊，咁可唔可以用嗰部分嗰啲資金嚟到投資㗎？係絕對可以嘅，係啊，你可以用現金去投啦，係咪？亦都可以用你頭先講嘅 RSP 啊、註冊户口啊，或者係呢個 TFSA 啦，係咪？呢個免税儲蓄户口個錢咧去投嘅。其實好多人咧，我記得2009年政府推出嘅 TFSA 嗰陣時咧，咁冇記錯嘅話，嗰陣時可能一年可以淨係即係存5000蚊嘅。咁有啲人咧就存咗喺銀行裏邊，咁咧都唔記得筆錢啦。咁其實銀行裏邊咧可能得嗰1厘、1厘咁樣樣，咁但係佢即每年咧就俾5萬、10萬咁樣，即係5萬、1萬個 contribution， 咁到而家儲咗下都用6萬啦，先發覺哇，原來個回報咁低咁樣樣，咁有啲投資者都話，咁不如存落呢度啦，有8% 咁樣樣嚇。咁如果佢將呢啲 RSP 啊，或者頭先嗰啲 account 啲錢擺出嚟，譬如 RSP 攞出嚟，使唔使俾税啊？係唔需要嘅嚇，政府有一個 form 咧，係嗰啲銀行同銀行之間嘅轉帳咧，係唔需要攞，係唔需要俾税嘅嚇。咁仲有咧，就係呢一個嘅 mortgage 嘅基金咧，其實咩人可以參與咧？其實咧，政府呢樣嘢首先嚟講，呢個基金咧係政府監管得好緊要嘅，佢有驚啲投資者會蝕錢啊之類咁樣樣，咁咧所以佢都有好多規限，佢要睇你個收入啦，睇你個資產各方面。咁譬如你一個人係冇乜資產嘅，佢唔想你投咁多，點解咧？你投曬咁多錢落去嘅時候，你蝕曬嘅話，我冇錢退休，係咪？咁所以咧政府有睇你個各方面個 level 個收入啊，同埋資產咧，就決定你可以投幾多。咁但基本上嚟講喺安大略省咧，每個人咧都可以投1萬蚊嘅嚇。咁少少地玩下啦，係咪先？係啊，係啦。咁其實講到
到頭先呢一個基金咧，其實即係除咗係即係攞啲 RSP 出嚟嘅呢個方式。咁啊，仲有攞呢個免税嘅 account， 咁仲有咩其他方法？現金啦，係，就算你係其他，就算嗰個叫 RESP 啦。我可唔可以攞間屋壓啲錢出嚟投資？哇！你真係好聰明啊，真係，真係有，亦都係我哋有投資者係咁做嘅。點解咧？因為而家咧始終嚟講咧，如果你喺銀行 qualify 到嘅，係咪係攞到條 line credit 嘅？咁佢嗰個利息好低嘅，係咪？可能三點幾厘。咁你呢邊借錢就三點幾厘，呢邊你攞回報八厘，咁你係咪即係無端你賺？咗一個係咪即係四五厘嘅係啦，咁所以其實一個好好辦法嚟嘅。其實咁同埋咧，就係除咗係我哋本地人啦，加拿大人就可以參與呢個投資。如果譬如我係一個或者係overseas 嚟到 visitor， 又或者係一啲海外嘅一啲嘅投資者，佢哋可唔可以參與咧？啊，係可以嘅，除咗美國人之外，咁啊唔好問我點解，但係咧政府咧係有規例咧，係美國人係唔可以投資喺呢個項目嘅。但係咧，其實我哋而家暫時嘅投資者裏邊咧，台灣啦、中國啦、香港啦、菲律賓咧，佢哋都有投呢樣嘢，都有投資嘅，係可以嘅，係可以嘅，係啊，冇錯。哦，咁同埋咧就係講到即係你話頭先最少係可以投10,000啦，冇錯冇錯冇錯。咁有冇一個上限咧？其實都有嘅，咁政府又係有規矩嘅喎，係啊。咁要睇你個基金。整個基金的那個總資產是多少，每一個那個投資者不可以投超過 25%， 譬如你的總資產是4,000,000的，你最多可以投1,000,000而已，當然如果有人投10,000,000我很開心啦。好了，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其實怎樣可以找到你們呢？今天可以直接找我們公司，電話就看看熒光幕上面有，是不是？沒錯了，或者你可以發個 email 給我們info@rescomic.ca， 這樣有人就會跟你哋聯絡，仲有你再解釋清楚呢個投資項目㗎啦。咁借錢都可以嘅，借錢同投資都得嘅。咁今日咧係非常之多謝阿 Chris 上嚟接受我哋訪問，同埋介紹呢啲咁好嘅另類嘅投資啦。唔該曬，多謝曬你，可以幫到咁多嘅人，唔該曬。